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项考核。啊，现在就考核了？啊，这么快上？这就是考核啊？好突然，好吧。谁让副总都不知道？我们准备了15道问答题。是啊，问答题。你们6人轮流上前面对镜头作答。题目公布后，上前的一人对摄像头说出答案，后面的5人共同商议出一个答案，写在白板上。过程中前后双方不可以交流。最后可以拿到几箱，就看你们的团队默契了。又是游戏啊，就看默契的。这种我们不是太会啊，又开始了。不是，确实不太会。但这种，哎，没办法。哇塞啊，好吧，准备胜利了，准备。那我们就排一个顺序，第一个人上来之后回答完一个问题，换第二个人上来戴耳机，然后面对镜头。可以，好，来。那我们顺序从里面开始。副总，上耳机。副总来，我们往后一点，同学们，我们大家往后一点，给他。我们先到水里去。带吗？这人带是吧？你们5个人商量出一个答案。5个人商量出一个答案。来，第一道送分题非常简单，啊，也是我们很硬的广告植入。哎呦，和张小伟没关系。这什么意思嘛？天然矿泉水。你们写出这个答案就写就好了。天然矿泉水。天然矿泉水。刚才都说了呀。天然两个字，天然两个字写上。哎呀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文化，什么叫文化？文化，文啊啊文啊。红色彼岸花。好，3、2、1，亮题板，亮题板，好，恭喜各位答对。哎，他写成天然了。哎，对呀，对了，对了，对，得写。对，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就是天然矿泉水。好，我们第二个问题，然后我换一个人。哎，我来。哇，这声音，哇，巨爽，好嗨。哇，这个题其实题目应该更刁钻一点，谁废话最多？自己想想，有没有必要吧？是谁？你们我们统一指，我们数到3，统一指一个人，3、2、1。来，3、2、1，亮题板。是我吗？切，我就知道。太简单了。太对啊，这个比那个天然矿泉水还好答。这声确实挺狠，是不是我啊？你也不胆小啊？你怎么会胆小？那你还好，你不胆小。没有谁胆小啊。他会觉得谁胆小？超越。肯定不是我。你也不胆小。我都胆小。哎，其实他怕鸡，上次抓鸡都怕。对呀，都是我抓的呀。乔杉，鸡都不敢抓，因为我们几个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事件，他有，写他吧。嗯，对他了。来，我们3、2、1，亮题板。什么？谁？啊，都挺大。你能不能就是硬说一个人呢？不是，为啥非得要硬说一个？错了吗？这样你就错了呀。我们怎么可能？你觉得咱们几个人想的都挺大三个字吗？鸡都不敢抓，怎么不是你呢？哎，不，你说是我。我跟你讲，在我们每次原来在动物园的时候捉鸡的时候，哪次我没上？动物园抓鸡吗？动物园水獭，对不对？动物园水獭我很害怕，但是鸡哪次抓鸡的时候我没上，抓鸭我也上了呀。你第一句话刚刚说了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东西？你水獭怎么你害怕？当然很害怕，那跟耗子一样。那就不是害怕了吗？但是我你害怕了，但是我跟他表演了呀。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克服我自己的恐惧了吗？不是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牛啊，他我抓没抓牛啊？你都不敢，对不对？为了节目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内心还是恐惧的嘛？啊，你要非得是这么说，输了，不是，我们要努力达成把水搬走的这个任务。对，你看你这个，快去，带上，给他塞上。他不冷吗？他穿这么点，穿这么冷不冷吗？不冷吗？你冷不冷？等会他在揉你。哎，这个要反向思考，对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咱们这里面个人气质最好的还是杨迪，是不是反向思考？杨迪虽然说就不是颜值最高，但我觉得很有气质，我就欣赏他。你觉得耀庆哥会写？他是翟小文，来1、2、3，他吧，你的人设不就这个吗？哦，写我人设，好，自己写上你自己的大名，写我的人设，也没让你练签名啊。哎呦我天哪，这自信是得有的，对不对？你写，我不管他。3、2、1，来，你们。我们写的字跟封神榜似的。
是吧？贾正文吧？是吧？哎呀妈呀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好没有反向操作。其实全靠自信啊，全靠自信。可以，差点反向操作，差点写我名字。气质，行，气质这块拿得死死的。这个没有悬念。来，三二一，指出来，三二一。没有悬念，这些了。这是杨迪当之无愧。好了，好了。看一眼，对了我想的是如果你们写了别的名字，我说对，他在我眼中也是个丑八怪。这个太简单了。对啊，最终呢大家也互相之间非常的了解，然后在我们第二项挑战之前呢，我们会有请笑笑带领大家前往另外一个厂区去开始我们第二项挑战。好的，请大家出发吧。好，走。谢谢谢谢，走。好，辛苦。我是笑笑。知道、哎、知道知道，你当我已经走了。哎，现在呢请你们跟着我去看看百岁山究竟有多美吧。笑笑笑笑，侯爷侯爷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百岁山在国内啊，播音老师。哎，这是哦，杨迪老师已经在了。对对对对，来吧来吧，快来上上上。好，来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没有没有，来，这个。Hello。老师。请请请，来。超越坐，超越坐。来坐。坐前面。坐。哎，坐，我坐了。西藏不好意思。怎么坐？哎，老胡辛苦了。那个我要给大家介绍。这是我们先进公司的新进员工。哦，新进员工。见过这个副董，就给您介绍一下。副董啊。哎，副董副董。最近消息有点闭塞，所以。对对对。副董，看不到你的下巴了，副董。来，副董。你坐。副董，你要坐中间，副董。我不坐，不坐。哎，副董，副董，可以。副董，你怎么了，副董？翟董。那个翟董，因为之前我一直在播的过程当中，有好多人都在问翟肖文，翟董什么时候来？翟董来了。因为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去到深圳，去那边跟这个所有的守夜人传达各位的爱心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在这边呢获得完成这个任务，获得100箱水。没错，今天我们的货品就是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。没错，这里面呢有一个任务，大家必须齐心协力把这个任务完成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这什么？长不长？任务就是哇，我们要用凡尔赛体来推荐我们的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。水中贵族百岁山嘛，对吧？怎么推荐推荐？两人一组，好吧？现在分组，来，谁和谁一组？我们俩一组。嗯，我一看就好。他们先推荐，我们到后面来。两人一组，你们俩一组，薛之谦和翟向文一组。靠你了，花式口吻。啥叫花式口吻啊？大家好啊，那我是翟向文旁边的薛之谦，那我旁边的这个呢是翟向文。那翟向文呢，其实在我们的神奇公司里面呢，已经现在晋升为副董事长了。是的啊，职位是非常的高。那作为一个普通员工呢，我觉得这次应该我是顺着副董事长的心意。哇，我完全没跟我们对过台本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是的，我想一想啊，完全非常的棒啊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想一想，我就说公主今天喝点什么？嗯？为什么要问我喝点什么？喝东西难道还需要做选择吗？啊？我在我们就来点这种东西得了。一箱。到手仅需47.92元哦，47.92元的话，那一共是一箱多少瓶呢？一箱多少瓶呢？一箱24瓶。一箱24瓶。二十四瓶，那平均下来是多少钱一瓶呢？请问？我算不出来。啊，太棒了！啊哈哈，没关系。如果在市场上，如果你买那个百岁山的这样的一瓶水的话，大概是多少钱？2块5到3块钱。啊，两块五到三块钱。相当于就是2块钱不到1点点。两块钱不到一点点，那这要一定是比外面要便宜一些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对，希望大家是喜欢喝百岁山的朋友呢，也踊跃参与。囤起来，因为水是生命之源泉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没错了，哎，真的非常的好。换人了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换人了，来下一个，来来，好来，我下。那我们来，好，我们是情景剧，你先别进来啊，情景剧，我们凡尔赛式的方式啊，来，好，你走这儿，好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肃静，公主到，当。这位贵族的公主来到我们这里，来，请坐，公主。公主，请问你要喝点什么呀？随便来点吧。不是这样，台词不是这个。随便来点。喝东西还需要选择吗？三二一，公主，你要喝点什么呀？喝东西还要选择吗？为什么公主喝东西不做选择呢？因为
我最爱喝百岁山。百岁山这个选择就对了，因为百岁山是天然的矿泉水，我根本不用怎么去操作，直接在花岗岩下面的100多米进行采打捞，直接喝，好不好？来，公主，喝起来。水是用打捞的吗？就是汲取的。来来来，尝尝我们的百岁山。因为市面上可能会看到非常多的瓶装水，但是不是所有的瓶装水都是天然的矿泉水，而我们百岁山直接从那个什么山上，忘了他们山名了，忘了啊，真的是非常天然的矿泉水。我们这一次来到他们这个生产基地之后，发现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像一个工厂，不像基地的样子，反而像一个度假村。这边的环境特别好，好山好水好百岁山。没错，今天帮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进行选购。公主怎么样？喝了以后是平时喝的那个味儿不？哎，有火锅味，哎，香辣的，哎，等我再喝。瞎说，天然矿泉水，满嘴天然味儿，是火锅味儿，是不是？公主中午吃火锅了，牙缝里的那个火锅菜涮出来了。公主中午哪有功夫吃火锅？我们公主来了，肯定要给大家谋一点福利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抽一波奖，怎么样？我们三位网友，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，一人一箱还是一人三箱？一人一箱，一人一箱。大家先刷起来，真正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给大家一点时间刷起来。你知道我们这个百岁山为什么叫百岁山吗？因为这边当地的很多居民，你知道都非常非常长寿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所以我们喝了这个水。你知道我们百岁山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兽吗？中国四大神兽之一玄武，见过没？你见过吗？没见过，我给你演。玄武就是龟。哦。玄武啊，四大神兽玄武，我们百岁山的理念就跟这个中国的四大神兽玄武的概念是一致的。龟嘛，龟就是长寿之龟，对吧？为什么它叫百岁山不叫十岁山呢？对吧？都祝你长命百岁，而不是祝你十岁，好吧。哦，大家都在刷了，真正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，我们开始抽一下，好不好？点它，点一下，3、2、1，好，第一个我们来念一下吧。谁呀？阿瑞仔呀，关注，好，好，这是第一位朋友，好，下一个，获得一箱，3、2、1，戏精本精马嘉祺，好，来3、2、1。好哇，薛之谦的三岁奶茶，我们已经关注了三位朋友，每个人得到我们水中贵族百岁山一箱。是的，那行，公主差不多了吧？起驾，好，公主起驾，我们马上请。好，耀庆哥，好，耀庆哥，乔山哥，快来，哎，山哥，上上上，好，舅舅，来，耀庆哥，走。哎，那你100岁了，你就叫百岁山吧。我们两个加起来快100岁了，其实这个水是为给我俩预备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亲爱的老 baby。哦，亲爱的，今天他们说让我们用一支枪来宣传我们的水。用一支枪？对。什么叫做用一支枪？这不就是平常我们最亲爱说话的方式吗？哦，我的亲爱的，你说话总是这么撩拨我的心弦。快停止你这愚蠢的行为，我的亲爱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咋了？他跟我，快停止你那愚蠢的土拨鼠的行为，就是跟咱们那家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辣赏之眼。本来今天下午在巴黎的街头呢，我们在闲逛，今天有一个厂商突然过来要跟我们聊一聊，让我们谈收购的事儿。后来呢，今天来，对，我们拒绝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实力很不够。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厂里参观了一下以后呢，我可以考虑考虑收购的问题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水真的非常好，确实也天然，天然矿泉水，而且呢，但是我认为这个水不是给一般人喝的。如果对于自己的健康没有要求，我觉得呢，你是不需要喝这个水的。哦，不知道什么是偏硅酸的人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喝这个水的。今天喝了水，瓶装水以后，我就发现不是所有的瓶装水都叫百岁山，不愧是水中的贵族，百岁山。哎，终于到了抽奖的环节了！哇塞，这个情绪是怎么？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在直播间里面送福利。对，接下来的抽奖就是要送签名照一套，真正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。只要能够刷出我们的口令，然后我们截图，就可以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。真正矿泉水，哎，有人拿出来了。对，好的，张绍刚，张绍刚，
哦，是你吗，少佐老师？来，大家把口令刷起来啊！好，好的，这刷起来了，刷起来了。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抽取了这位朋友吧，对不对？再等五秒钟，再等五秒钟，好，再等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出来！不是哥，他出来了，点一个，点一个，给观众看一下，让手机对着屏幕，然后我们就是这样随机的。你盲点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不，舅舅你来吧，要出来。不是舅舅，这样会有点太暴力哦，太暴力。来，一二三，走你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。哦，朵儿零七二五，加关注。零七二五，已关注。好，我们已经关注你了，恭喜你获得签名照一套。哎，不只能喝，而且能喷。为什么喷？就是它对皮肤好啊。对，这个水很纯净，就是可以补水用哈。好的水是这样子的，是不对你的肌肤来讲可以。帮助你排泄，就是导出你肌肤里面不好的东西。哇，脏东西！哎呦，这里面的水是什么水？这里面的水就是用我们百岁山的水。矿泉水。对。哇，我们送这个吧，大自然的味道。这个贵吗？这个。我们送这个。心疼了。心疼了，送不了，那不是送不了。心疼了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啊，平常也不用。你试一试。怎么样？就是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怎么会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上面明确写出来了，偏硅酸能够改善皮肤细胞，使皮肤保持弹性、光泽细腻，所以使用偏硅酸型的百岁山天然矿泉水。是，而且确实百岁山这个水呢，在国外的销量也很大，它出口，对，他是说百岁山已经连续十年了，是出口量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矿泉水。哦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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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帮助我们。完成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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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老师们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百岁山为你们点赞。笑笑又来了，笑笑。我宣布一下，你们今天的直播任务呢已经完成了，可以得到我们100箱的百岁山矿泉水。谢谢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其实我们的工作才正要开始，现在是晚上时间7点吧，6点45分。我们现在在惠州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就要去前往去深圳，因为我们要去有个任务。对，我们为什么要领着100箱的水，就是要去那边探访一些，在深夜当我们还休大家都休息的时候，为我们守护24小时在守护这个城市的人，我们要去给他们送水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领100箱水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，再见，谢谢各位前辈啊，谢谢各位前辈。现在3、4个 pose， 来1、2、3、4，90拍，五，来，6、7、8，双下巴都出来了。好好的好的好，可以的，哎，好，非常好非常好，来，我们直播持续不要停，来，哇，啊，来找个屋啊 ，Hello， 所有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，欢迎来到神奇公司在哪里夜间直播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直播呢，其实是为了这个省电跑更远，一次充电双倍里程的这个台铃电动车来做了一个线上发布会。对于台铃电动车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呢，我们在今天在线上都会为各位做出解答。来，我们先在现场先看展示一下造型非常亮丽，然后呢非常省电的这个电动车。哇，在做了一个摸头杀的动作哦，这摸头杀还在持续进行当中，他不但摸了自己头，还摸了车头。如果想想这个头是你们的头，让他摸一下有多过瘾。这辆车外表看起来非常的亮丽，这个蓝，哎呦。危险动作，危险动作！来来来来来，对，这是我们是为了展示，但是上路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的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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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上路是安全。我们其实在展示我们车的稳定性啊，稳定性，稳定性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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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非常的动感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大家还是可能还是比较好奇，这个车子到底具有什么样优异的性能？我们现在请到了这个台铃的这个啊，哇，等一下，台铃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。负责台铃集团整体产品包装策划统筹以及新品，哎，sorry， 以及新品的推广工作，我们欢迎魏超先生来到现场，来，请，
各位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欢迎来，魏超老师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各位老师好，不跟直播间宝宝们打个招呼，我是魏超，来自台林跑得更远的电动车，我们电动车省电跑更远。哦，省电跑更远的台里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请问一下哈，咱们现在这个车，这些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首先第一个安全性，安全性。刚才那个超越老师站在上面，非常安全。你会挡住人家讲解的地方吗？没关系。上车以后，这个车。现在其实通着电了，其实你扭通着电，领着电门是跑不了的。哎，你看它不动哎。对，有一个安全键，就按一下这个安全键 RD， 这个时候它就跑了 ，ready 了，是吧？小心。所以就不会被很多人挖到错了。对，因为像这款车呢，针对女性啊，一不小心操作，对，啊，甩出去了，蹭到脸了。万一宝宝有的是拧那么一下哈，如果他误操作的话，所以这个那肯定有孩子的，不行了。哦，对，按一下，对，他就哎，你别，我们在试，你别冲出去了，前面是镜头。对，这个我们台铃这个第二功能啊，就是这款电动车有33升超大座桶，我们曾经在座桶啊、超大座桶，就是不是他坐这个地儿？对，就是啊，你下来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展示一下，那可以怎么样？这个座桶装东西装的多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哇，完全没收拾里面，这一团糟。哇，这里面好像有31厅哎，不好意思，好大，我跟你讲。不夸张的说，因为我现在在目测这个，不夸张的说，能装两个小孩儿、哎。我看看，两岁以下的小孩。嗯，夸张了。哎，不可以这么骑啊！你在蹲那边干嘛呢？对，但是这个空间真的很大，这个放很大。哎，那个、就平时买菜啊什么，买菜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公文包啊什么的，这放一个大书包绝对没有问题。那个，来继续介绍，我们了解一下。哎，这里面是水，是什么水啊？这是那个这个刹车油，刹车油在这儿。对，哦，它就时刻保持我们刹车的灵敏程度。对，它是液力刹车，就是通过油压来刹这个前面的对置双缸的这个。以前的刹车是用刹车那种鼓刹是不是？杖刹，就是那个在那个轮毂上。对，那样刹。现在它用的是液压刹车。对，液压碟刹。对。哦，这个水就是那油，时刻保持它的润滑，对吧？对。另外，我们搭载的现在是标配的石墨烯电池。石墨烯。对，这个电池好处在哪里？就是比现在这个市面上的普通的现代电池，它的容量要高30%。哦，容量更。对，因为容量足了，我们电动车可以跑得更远。还有这个。就要比锂电跑得会更远，锂电池。锂电池劲大，嗯，然后铅酸电池更稳定。然后这个车还有什么可以向我们介绍的呢？它的价格方面优惠吗？对，这个是我们非常对关心的一点。那价格大概说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南北的差异。南北的差异就是南方一直到黑龙江，哦、北方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广东。对，大概平均北方一直到黑龙江啊。南方到哪？对，黑龙江吗、啊？不是黑龙江吗？南方，黑龙江是东北。哦，北方，北方一直到黑龙江。我老家，对，北方。价格区间是。这个3500到4500，这个哦，3500到4500，对，哦，那像我们这个配置的120公里的这个配置的，这个现在是卖多少钱呢？这个是不会超过4000的，不会超过4000。那在我们今天，啊，我们不卖吧？今天只是告诉一下大家价钱的事情。这款车在一月份全国都有，要等到明年一月份。哦，这是新品，还没有价格。如果不超过4000块钱的话，我觉得买的还是非常值的，因为它可以跑了很长时间。是。之前我们这款车是这个有两个配置，一个就是电动轻便摩托，这个车是达到50公里每小时，还有一个配置是这个电摩，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。嗯，还电摩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男人女人骑都很好看哈，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哦，真好看啊，好适合你啊。我们现场要玩一个小游戏，输的人呢就要去外面执行这个任务，就骑着我们的这个台铃电动车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看一下你究竟花了多少电，然后跑了多少公里。对，我们其实可以试试这个车的这个加速性能、加速性能、刹车性能。加速性能跟刹车性能，因为试里程的话，你跑一个小时肯定对里程不掉掉的很少很少。那怎么样试这个加速跟刹车的这个性能呢？这款车就是全速刹车有效距离啊，1.5米，全速就是50码跑，刹车1.5米就刹住。这个距离正好，就是找一个人趴在前面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是只要1.5米的距离就可以了。我也来，我就这样站这儿。对，你来，魏经理，我魏经理来，你两个轮子直接到这儿。
要刹住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吗？我急吗？可以啊。杨经理好牺牲啊！要彩排一下吗？不用彩排，直接来，直接来。来，好，为了验证，验证我们台铃电动车啊，验证急加速跟急停，它的这个制动系统非常的有效，能够在1.5米以内就能够完全停下来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模仿一下观众特紧张的那种心情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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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准备啊！杨老师，你喊停，我再停好吗？什么？我喊停，你控制。你喊停，我喊停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来准备，3、2、1，出发，停，出发，停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回放，从你喊停到它真的停下来，就只有1.5米都不到。真的是，而且我，真的是，而且有一点，确实我们佩服杨迪老师的勇气，裤子都湿了，你看。好，你看现在裤子都湿了。你们先播着，我去，去换一条，换一条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换一条，可以的，非常棒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哇，感谢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那么特别感谢今天我们台铃电动车所有的厂家啊，还有领导。来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一款非常好的新的产品，是的，希望等它上市的时候呢，大家踊跃的去购买。太好了，要颜色有几种，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。今年我们这个色是梦幻公主色系。哦，公主色，还有梦幻公主色系，公主，公主怎么撅那儿了？公主，对，我打了个喷嚏，没来得及。好吧，它有七个颜色，七种颜色，有紫色吗？有七种颜色，说说看哪七种？有啊，就是我们围绕这个橙黄绿青蓝紫，对，彩虹的这个七色进行调色，七色，紫色也有，对，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最后的就是我们一个合照的环节，哎，是，来麻烦请现场的媒体老师，对，一起拍，一起来，1、2、3，非常好。哎，好的，谢谢，今天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。今天的线上发布会呢，非常的圆满成功。也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可以在公屏上面跟我们交流。好，拜拜。